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收到来自小伙伴的私信，叫我出一个银针式的教程。首先拿来锋利无比的菜刀，平刀片成薄片。正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好刀切菜真轻松。今天我用这把新刀来考验一下自己的技术水平。如果要问刀工是如何练成的，我是这么认为：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切菜破万斤，切起来随你心。也就是要多切多练，把别人不想切的拿来切，不用怕吃亏，吃亏是福。作为主播阿菜，话很多，教程也很多，而且更详细。真正刀工的最高标准是切丝细如画，切片薄如纸，看看能不能穿针哦。这是阿菜的个人经验之谈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哦，谢谢。抖音。